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师。我们进行主线第几章啊？忘记了。大哥，只有你能救下唐门了。都快别急，我一定帮你的。到底唐门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已经被天龙教彻底控制了。你被玄冥子那家伙关起来要把一场门，我就猜到唐门已经出事了。而且某人还可玄冥子那个坏蛋做帮凶。那玄冥子可掏一大笔钱，让我把这个糖药关上一段时间。我就寻思着，既不然不伤他这个糖药头，那有钱赚不就是王八了？那唐飞前辈和你大哥呢？弟和他们被玄冥子下了毒，已经……别急，慢慢说。贝明的心智听命于玄冥子。奇怪。这玄冥子为何不下药控制唐姑娘呢？你这就不懂，这种控制人心智的毒药，必定是真料，材料珍惜，极难配置。这唐瑶的武功平平，也不是唐人的化石，用在她身上，那可就浪费了。你给我闭嘴，锅嘴吐出象牙。不管是谁，为了挫败玄冥子的阴谋，还是为了救出钟会的亲人，我们都要去一趟唐门呢。去唐门算我一个。我要和玄冥子这老混蛋好好相战。拱门主肯帮忙，自然是再好不过。那你们先去，我留下照顾唐姑娘。被关了这么多天，身体难免亏损。既然如此，就麻烦听听你的。钟会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救出你爹和大哥的，一切都好起来。OK，好，再来。是很想去，先去做支线啊。支线在哪里啊？成都城吗？我们先去成都好不好？哦，铸剑山庄有一个，先接这个。哦，要打架对不对？好了，打架，打架就快转吧。好，打赢。就这样。来长门。成都有支线，好，我们不敢先去唐门。唐门应该第一次来吧。留快手。前面就是唐门地界，我们还是小心为上。唐门最近在秘密收购大批的药材，拱门主似乎知道些什么。这个小王爷卖给唐门一大批草药，现在他们竟然还在收购药材。这事情之前怎么没说？白草门卖草药，唐门买草药，多正常的事情啊！这唐门买这么多药材应该是有什么图谋，我们得想方法设法查清楚才是。能有什么图谋？肯定练什么歹毒的毒药呗。废话，整个江湖都知道唐门善于炼毒，问题是他们炼这么多毒药，用10年都够了。两位别吵了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去唐门的当房走为上一招如何？杨上君子，放心吧，上等自有妙计。用钱引诱敌人，轻功。好，我等江湖众人何去不可去的，咱们这就走。拱门主还在担心自己，别暴露拖累我们吧。好了好了，我们这就行动吧。一直在那边吵架。站在这里不懂了。这里的弹药也太多了吧，丹房里当然弹药最多啊。那是金创药，难道是那种葫芦装的，看它保存很好很仔细啊。那是唐门特有的毒药。好了好了，你们两个别打了，交给我来。你们什么人？被发现了。
好个旁若无人的嚣张贼子，看着，打架都快转吧。区区几个唐门弟子就想拦住我，少得瑟的，你刚抢了我好几个人头，我凭本事打败敌人，凭什么说我抢了头？好了好了，大家少说两句，跟他打斗已经惊动了别人，我们先撤退吧。这时候还在那边吵架，所以撤退去哪？雷乱吃药，极乐楼，好，成都。没拿到丹药，还是不知道唐某的图谋。接下来唐某的把守肯定会更森严，我们说不定没有机会了。没拿到药吗？嘿，看你看这是什么？你不会拿错了吧？啊，不好看一点，怎么骗你这些正经人吃下去？凭多年经验，一定是这个。我觉得我们还是再找几个人研究一下。你们不相信我？这个保险起见吗？哼，你们竟然还有能力，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啊。啊，入口为甜，虽然外面裹了一层蜂蜜，糖一融化后有点辛辣，是姜吗？啊，不是辣椒，不过辣椒是味淋，是那个腥味，没错，是蟾蜍的味道。这么厉害吗？当然，我可是从小和药材长大的，区区一粒丹药。小心，跳下去不对。他自己吃进去，他疯了、哦。我哪里不对？你是不是在找茬？看我好好教训你！快捉住他！干他妈的智障哎！好，快转快转！终于把他打晕了。这药还真厉害，知道这药的效果也算是有点收获。只是拱门主，哎，真莽撞啊！何止莽撞，真是智障。那拱公爵这样子，这叫多半让人心智发狂。看来玄冥子是要搞大阴谋。事到如今，我们就要想办法阻止他。你有什么办法吗？我听说85里有位朱仓老爷子得道忘众，一眼九鼎。如果能请他出面，好，那就拜托了。我留下来照顾拱门主。拱公爵真是……哎，不妨通知唐教授和唐姑娘，请他们过来研究拱公爵所中之毒，找出解毒办法。好，我这边飞鸽传书给他们。你还需多加小心才是。放心，凭我手中之剑，这剑下大有去的。你们多保重，我这便前往朱仓老爷子府邸。总是有些不对劲。投降，否则死。哎呦，好，快转。唐国南，你冷静一下。冷静。投降，或者死。疯狂的唐冠南一挥手，更多唐门弟子涌了上来，情况岌岌可危。唐卫宗、兰亭在此时出现。大哥，小心，我们来帮你。哥哥，唐冠南脸上露出一丝挣扎犹豫，你趁着带着唐宗慧、兰亭、拱光姐逃离此地，终于摆脱他们了。哥哥竟然还能认出的我。但是亲情天性却也无法湮灭。婷婷说的是，钟慧，你别担心，我们一定可以击败玄冥子，救出你的父兄。嗯，大哥，我相信你。婷婷，钟慧，我们来看一下拱光姐，她好像是中了唐门迷失心智的剧毒。很幸运，拱光姐中的毒是未完成，我正好有一副五宝雀病散，服下便可解毒。幸亏婷婷、钟慧有没有来帮忙，否则真不知道该如何救这拱光姐。剑侠兄找人帮忙，也一去不复返，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啊，拱门主你醒了？嗯，这药不错，甜甜的，有金黄色和五彩珠，鬼魅系的毒液，好像还有七彩蜈蚣和斑纹蟾蜍。那是自然，本大爷上次就跟父辈在药房一混，什么药没尝过。诸位，闲话少提。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此处已经不再安全，我们得另找安全的地方落脚。别看我，我没主意。其实我们可以去剑圣的剑毒。说的简单，剑圣是何等的物，会收留我们吗？其实我和剑圣是好朋友来着，
想说陈鲁就会头痛，我们先去建都再想办法吧。哦，有支线。蓝教子不问为何藏在这里，因为那老头子有问题呗。他身上唐门毒药味道这么明显，我离这五步都能闻到。跟上他，哎，在哪里？在外面吗？唐门。这里，好好好，要打架，我会不会打不赢啊？啊，我的招式没换，这就是大侠的绝招。可能会打不赢，他单体攻击太强了，好像也还好，也还好，不对，他招式还没放，哦，嘿嘿嘿，这打个支线这么难打，好，哦，打超久。剑侠这种剑法真是可怕，就差一点我就要败了。行行行，知道你很厉害，快点绑住他，我们回剑炉。好 ，OK。哦，超难打，我打超久了。我先把武器换一换，天下无狗。我是跟谁拿的啊？忘记了。哦，不是，主角是用一阳子。哦，逍遥六阳掌。上下尊卑，在我看来都是狗屁。万紫千红见其方，相从天上来。什么礼服？仗剑天涯，正邪随心。阴阳挪移 ，OK。这边还有个直线 ，OK。这打架，打架之后再说。主线，这边还有支线。唐门哦，走后门啊。OK， 莫名其妙。品丹大会。
然后现在去哪里？这个，让开！别逼老子动手！要打架，应该打赢吧？这种小兵我打不赢。快转！好，打赢。老子还没用力，你就倒下了。因为意思是我用力啊。好了，平安大会已经开始一段时间了，我们快点进去吧。看一下，像主线进行到哪里了 ？OK， 还有两关。下面，夏侯城怎么长这样啊？不是他们也太笨吧？就是这么容易相信哦。好，快走。少侠饶命！老夫受到玄冥毒药控制，不得不……别中老匹夫的奸计！族长们放心，唐门主只是被玄冥的毒药控制，不得不听命于他。我们已经研制出一个解药。这位同道放心，你们身上毒药我也已经研制出了疗解药了。后院一趟，这么直线。之前要打架，好，快走。拿那个皮石头要干嘛？哦，他应该只是骗住人来这边吧。你的话实在太多了。简直被控制，太瞎了！真是很难打哎、欸，而且他还不可控。好了，快转。好，啊，终于打赢了。这个打已经经过两个礼拜了。好贱。剑圣倒到地上，你喘着粗气，而唐飞却已经离去脱死，不知所踪。啊，终于打赢了！好，我们先进主线。不好了，哥哥被爹爹抓走了。他们的弟子都人气惶惶，接下来该怎么办呢、啊？这不该问我，而是你想怎么办？我是唐门主啊。你哥和爹都不在了，你不做他们的门主，谁来做？大家怎么看？
别难过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你做的已经很好了。是通气吧？其实我都懂的。啊，终于过了，这张终于过了。白草门惊现唐门大小姐，言唐门已经被控制，众人大惊，探唐门，偶得唐门将开独当会，却将武林大派一网打尽，少年英雄力挽狂澜，破解唐门阴谋，救下各派掌门，然而幕后黑手徐明子不知所踪。 OK， 好，这集到这边结束啊。好，喜欢我们的话，频道左下方的图片按下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打开，这样子我更新影片你就能收到通知哦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